逼啊，你逼了一声哎、欸。我按的。哦。它有录了吗？红色，闪啊。好，准备加速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好像出不去、啊。八十。冲啊！换好轨道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能站在你旁边哦，你的反应在这哦。看小孩子为什么跑到这那个零？太短的都不行。插太浅。三板也不行。三板是插不进去啊。嗯。再去哪里？坐到山上去。哇，都是雾嘞，都是雾嘞。太阳啊，你再吹散一下。但是奇怪的，因为山顶雾围着它嘛。第四天看可以再来一次，因为后面云越多。那是它后面有出太阳哎？没有，它是画偶尔。所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。你的额头不会冷吗？你的额头整个露出来。这里整个都露出来。你看它的眼镜，你看你自己，你自己看。你的全都都露出来，所有露出来的地方，你晚上都会受伤。不然把这个放下来好了，看这样。都会痛死你。对，这样放下来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你现在你自己看你自己，你剩下的都是你嘴角的巧克力，这边嘴这边这边，再舔一下。舔不掉。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吗？你自己看。有没有一个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还有嘴巴角，还有嘴唇上还有。嗯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再舔。我看。还有，再舔一下。你说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不是跟苗场那个差不多？哪一个？这个，我们画的这个。你说哪一个啊？这条嘛，直下这条啊。下雪了。跟苗场的什么东西差不多？对着，对着六号馆的、哦。对啊。但是六号馆那个太冰了，那个好差哦。那是因为那时候又下雨又那个。几百杯。我下从这边滑下来啊。绕路会绕很远的路。我跟季季是爬滑这边，左边滑下来。那你们都要来跟着我。嗯，就绿线线啊，要去吃饭了。对啊。哇，下雪了耶！边下雪边滑，糟糕了。不会啊，我就跟你讲说不会粘。你看这里玻璃，没有一个会粘在上面的。或者是说粘的不会越来越大，就会被飘走啊。嗯，我们是黑色的车。咦，有人走路。哪里啊？下面有小脚印。那是动物吧？没有，我觉得这里人太多了。你会觉得这里应该没有动物。那、欸、可是上次有看到脚印呢、啊，应该说晚上就出来，白天就追回去。会被发现。被发现的人会怎么样？他怕人把他抓走啊。我们又不会抓。他又不知道。跳起来要摔下来。跳起来转了几圈，很高兴。你说过这个、哦？对啊，这个家伙。很远吗？哪里很远？像这样子坐。坐比较久，因为它爬到比较山顶。手机的声音啊，嗯，是啊，用这么传统，我们大家去那里吃饭，滑下来，滑下来去那里，我要去吃饭，吃饭会不会掉？它有卡住吧？掉了我就惨。嗯。吃饭掉了你就要走路去。
的是什么线？绿的。那有蓝的吗？蓝的要坐那个车，都那个蓝车下来都蓝的，但是太陡了，我不敢带你们坐。我可以啊。怕我的线。我可以。你连刹车都刹不好。你要能够回山，而不是一直刹车。上次我们不是也去红线？上次怎么了？你那根本不是去红线，是不小心走错。你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对啊，是我去救你。那是什么线啊？这是红的，但是那是红线的边边。这是蓝的，下来另外一条路，就刚搭的岔路。嗯。就这有棒棒的这种。你看这里有棒棒，那个人是在练习吗？哪里？他在练馒头吗？那他两脚开开来练馒头。你知道我说最左边那个，还有人坐回来呀、啊？他只是想体验。这个坐车板可以坐回去，包起来的这种都可以坐回去，其他的都不能坐回去。侧边上车的都可以，这种包起来的、啊。正面下车的都不行。你知道什么叫正面下车吗？站起来就走了，因为只有上面才正面出得去，但是下面会勾回来，你下不了车，你会被屁股一顶，又被载上去了。你看你的脸都露出来了，我跟你说你这样戴不行，你这样脸就一直吹冷风，你晚上回家会很痛。你这里都露出来了，你夹也没有用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我帮你重戴？还有很久，还有很久。不要弄太紧，不会太紧啊，其实眼镜拉着还要做很，你看你上面，你先把它往上推，上面、okay. 上面你的上面天花板往上顶，为什么要加顶？很冷，这样就会冷，这样就会凉快了，你穿帽子就会很好穿。你用手推顶、欸、推推，再用力一点，好了，坐下。过来，我坐。哦，这样很凉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穿了。这样超凉的。啊，眼睛闭闭。我不要弄那么紧。这不是紧，这是帮你固定。对，后面我要拉一下你的帽子，他摸摸到你的帽子，他把帽子拉下去，然后这样拉下来，这个。这样有紧吗？但是它要勾在你的后脑勺，这样就够。你头发太滑了，你头发太滑，所以它会一直滑下来，这样就还好。嘴巴就撑一下，我每天戴啊。血也跑进来了，里面有没有？有，在飘。对呀、啊。那是灰尘。那是血啦。来来。好，可以吗？眼镜先不要戴。你就先把它放上面。对啊，先把帽子戴好就好了。现在头进得去吗？你头有那么大吗？你要自己戴啊。你自己先瞧好，头瞧一瞧。不是，先不用弄眼镜。只要把帽子戴好就好。戴紧了吗？戴紧。这么远。你自己扣好，你自己扣好。确定这么远？你先扣下巴，扣完之后再帮你戴眼。好了，那我帮你折一点点。折不上去。没关系。你要重戴一次帽子。这样眼睛会被遮到吗？嗯、你瞧。这样乱搞哎、欸。不是，这样可以吗？眼睛会被遮到吗？那你这样头会露出来一点点，这样。好，鼻子就拉上去。耳朵。耳朵有在里面啊。不是，我是说现在耳朵觉得在调节压力。往下看啊，往下看、啊。这什么线？这没有线，这很可怕。这是高手专用，高手你黑色比黑色还强的高手专用。通过考试，他会发给你一个背章，带着背章才可以滑的线。比黑线还恐怖，当然，还有树，又雪又很松，很可怕的。你是高手，高手中的高手。坐好久。对啊，因为坐拉到很高啊。隔壁那个是去哪里也拉很高哎、欸。
个是什么？那是山腰坐上去，坐到山顶。山顶的黑线。可以从山顶滑到雾冰平台，再往下滑。哦，黑线哦。很多雪下进来，要不要把窗户关起来？你要看那个高高。快到了，帮我按吧。按什么？我的好像没有开。有吗？有，开始了。有充电吗？有充电吗？因为我上次都跟你撞到。撞到什么？你说我 GPS 没开。GPS 又没亮啦、啊。有啦，有亮了。上面会偶尔闪一下，表示他已经定到位了。那我要到了。没有，就是要到了。所以你要自己拿板子哦。那就可以装板子了。还不用，你们要走路的。板子放在路边，还要滑的。这里是观光景点，是看风景。这是没有穿雪鞋的人都可以来的地方，是要用走路过去看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普通缆车。这种是没有穿滑雪。他们看完风景就坐车下去。都不能滑。可以、啊。是他们不会滑。坐完了再滑，看完了再滑。滑。没什么人呢、欸，中午时间上面都不会有人。很好啊，但是好酷哦，连塔尔都看得到。下雪平台。雪越来越大，明天我要早起去花莲后。是啊。还啊，直接滑塔尔也不会。好轻哦！但是你们要唱那边，到处都可以啊。是啊，不大想上去，不大想上去。但他们还是要去看看啊。对啊，那就交给你导览了。一起，很累。我也觉得有点累。走去走回很累，不然走到一半就好了。
现在有啊，只是埋起来了。搞不好等一下就更雾了，能拍就拍。黑的吧，但是它其实侧降这样一路撸过来，好像很慢哎，慢到不行，觉得很松。还好在你就要吃饭，我又很渴，我觉得刚喝奶没有这样切可以啊，因为你看这种坡度其实很缓，这个方向超级缓。会啊，
走，他也不走路了。啊？只跳直道了。他本来就不想走了、啊。反正你回去，你陪着他坐在路边休息。啊？对啊。在哪里？才走一点点啊？哦。嗯。你陪着斑斑坐在路边休息。啊，走。啊，走，你们接着走，不要让他看我们在那边站着等。走走走。只有你哥去过，你没去过。那你不要去好了，你不要去好了。他说我要留下来陪他坐着。你不用挨啊，你躺在这里就好了啊，你们去，反正只有你没去过，我们都去过了。
我刚刚看那个人一路往上爬到那里去，那我在想他是不是东西掉了，在找。但是他现在不知道是找到了还是怎样，他穿上雪橇走了。所以这个冰的椅子是在最前面的，对，是这边开始有框框开始。但是酸小腿，大腿，你酸大腿，走路怎么会酸大腿？大腿是酸，犯罪证据。帮我拍拍，看我帽子里有没有？没有，帽子没有。不要丢我镜头。要丢你啊！对，还有个选项不是让慢动作，放的时候会变慢。放的时候才会变慢。不会，它会散掉。等一下，好酸哦！这个雪布应该就很不耐湿或寒吧？有不耐的吗？有啊。谁的雪布不耐？看不到了，不可能，从来到我都没有。我要寻找不酸的方法了。我就很不想滑、啊，我就很不想走啊，因为我今天脚本来就酸嘞、欸，就很不想走过去。果然还是很酸。到嘞，真的在后面。我看不到。有，就很慢了。你刚才闪子弹好了，你脱腰。这样可能会全部丢在我脸上。就是这样，脱腰吃十二瓶。哦，赶快下去餐厅了，尿要爆了。
会拍照啊，你们。就一莲花糖，让鼓励一下小班，他快累死了。这样有鼓励到吗？别人的。不要往前走，往前是往下、欸。One flip to that.
知道啊，你自己吃焦糖好了。你吃就好了啦。我就懒得脱面罩没，现在又冷。这不要焦掉啊。我想这里该不会有厕所吧？有啊有啊，这里有啊。我快尿爆了。
这样好了，从这边过来，舒服了，好恐怖。冒烟了，冒烟了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！哎呦！大片真好，今日补血，赞赞赞！不是啊，你们回去拿那个啊，还有你们下面没有拍、欸。可以。还是就不要吃这个小屋啊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说中午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中午就不要吃小屋啊。小屋也没有特别饱啊。要吃少一点吗？就吃少一点啊，两人分，然后今天4:30就可以收工了，然后赶快去吃，吃多点。5:00 啊，都第一批的进去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好玩，你不要挡路，先来旁边，还要等到下去。还贴固联历，什么时候贴的？你的面罩怎么拉下来的？面罩戴起来。OK。妈妈，
没有啦，就没别人啦。等一下，本地第一出发，你再走。这里可以拍照呢。太小。
你再往下一点点。啊 ，Club Med 的挡住 Tower。叫 Club Med 的跑到这边来了。哇，那么全要挑这个地方停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会卡在人家那个上级飞鸭雪很妖孽的地方，怕我会挡到人。没有啦，好，走啊走啊，你们走。你先走。那是雪道的名字。对啊，要飞起来的意思。轻飘飘的意思。我靠，你脚不要这样转过来啊！我这样子骑的啦，哎妈骑。这个波从这边来啊，横的是这里。松雪呢，松松的，上面也不行，上面这样插不进去，又要用脚踩一顿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我干嘛那么累啊？去硬雪穿就好了。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对啊，我都想说好松哦、喔，那软硬的地方穿就好。普通人就穿就好，你就硬要在那边穿，我也不是很松。因为我就想说很松啊。我知道 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在看啊。
走了。我还在想查缆车时间呢。没事。好，中间一定要去吃，不然会没力气。对啊。下面。下面。欸，我们走错路啊。不能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停！前面是蓝线呢，前面是蓝线呢，前面是蓝线呢。那绿的到哪去了？我先去看绿线在哪边嘛。它是写左边是绿线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。不要走，慢慢不准分。应该是朝左边走。我就觉得那边画个蓝蓝的，奇怪的。我们刚走错路了吗？没有，一定是走下面，但是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是蓝的。不准跟哦！麻烦你过来跟跟去，不管你是跟，不是。没事没事。Thank you.
在这里他们就看不到了，看不到。选那边下。哇，好大的雪哦，真好。跟你姐讲一下路线，她要 Z 字形分四次下吧。这一项三次面，你讲，我不会讲。哦，好啊，那你们先走。好。老板跟我走。哎，你。我。你要先去对面，接着来这边，再去那边，再去那边。好。你看前面那边超缓的。好。就是每次就找个缓的地方过去，这样就好了。而且那边转弯很好转。对啊，不要看的时候。对啊，可能太慢还滑不过去，太不缓了。我们走吧。
前面只能直冲哦，不然就会跟啾啾一样要走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前面啊，这只葱要右转哦，我们在右边吃饭，树后面有个餐厅。哎，你去找啾啾，你现在用，你现在、啊、等人走光以后啊，你用冲的，你可以冲到比啾啾还前面，你要直直冲，然后右转，这样你就是第一个到的。好、啊，等他们两个走。好，跟他们两个后面直冲，直冲，直冲。小心中间有人哦，有人。那边蛮缓的，还可以啦。但是在陡坡的话就不能这样穿了。好，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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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。好，站好就好了，都停在这里就好了。前面那一段呢、啊，会没力，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要直冲了。因为那段橘色围栏啊，会滑不过去。然后我橘色围栏右边就是餐厅了，下去想办法往右，然后一直到没力的时候就拖下来就走过去就好了。舅舅已经先过去了。好。哦，好了，这个没什么，就这样子吧。冲力。看我的重力加速度。嘿啊，这样冲上来，就只有中间有。转横，转横就可以脱鞋子。好啦，就只有去降威。一下，刚刚跟舅舅先去报站位，快点。已经叫舅舅去了。一下，你们放好了，先跟舅舅去。舅舅已经安全全部摔过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！左右手挥的话，就可以走得比较安全了，这样就很好走了。哎、欸，小，哎、欸、小。
3点关门了。对啊，赶快吃。